先让大家这个了解一下运动对自己的重要。平常你真的没有在运动，那现在告诉你我们怎么运动。小朋友，小朋友跟着老师一起哦，好没有？来，老朋友，老朋友，姐姐们，姐姐们加油 ！Here we go, here we go, come on！ 刚才的四个动作 ，one, two, three, here we go！ 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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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！One, two, three, say！ 吼吼吼！六大食哇，均衡吃，再一个什么？营养健康，营养均衡，跟着来，再一次。然后每天都要怎么样？对，很好，记得你的拳头在哪里。哇，好厉害哦！天哪，菜比水果多一点，饭跟蔬菜一样多，一样多哦，记得一样多哦。每天早晚很好，好，再一个，再一个，拳头，拳头，很好，每天吃对一个拳头大哈。来试试看，一掌心，一掌心，记好你现在的动作。乳品中含丰富的什么样的营养素 ？A 是什么？钙质。钙质。除了钙质之外，还有什么呢？蛋白质。蛋白质，没错，恭喜答对啦！每天早晚建议各位要喝几毫升的乳品。240毫升，恭喜答对。每什么？每餐水果拳头大。哎，你看刚才我不是讲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每餐水果拳头大，有没有？哈，对，好吧，厉害，有没有？蛋跟蔬菜一样多，菜比水果多一点。菜比水果多一点。我们后半的打拼的就是健康这两个字，没别的。健康它不是第一，它是唯一。请大家记得一定要健康。希望在场的今天我看到的每一个人都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谢谢。谢谢你。